据韩国企业评价研究所对2018年10月8日到2018年11月9日的女团品牌评价大数据分析测定结果显示，2018年11月女团品牌评价前20位分别是 TWICE、 IZ、 星号 ONE、 BLACKPINK、 少女时代、 RED VELVET、 WAKIMAKI、 宇宙少女、 APRIL、 FROMIS 底线9、 APINK、 公园少女、GITO 组合、 MOMOLAND、 MAMAMOO、 OMIGIRO、 LOVE LIES、 DREAMCATCHER、 EXID、 ICIA、 FRIEND。 2015年在韩国首次亮相以来，以漂亮的容貌和引人入胜的乐曲快速获得连续成功的奇迹组合 FRIEND。 金韶琴、丁恩菲、郑艺琳、黄恩菲、金艺元、崔瑜那六个人的精彩表演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。这个备受关注的组合 FRIEND 首次挑战 On a Circle Look， 同时也请欣赏对成员的专访。金韶琴：我觉得以黑色为基调嵌入了红色和白色的条纹的裤子很酷，裤型非常漂亮。无论男女都可穿着，所以想推荐。郑艺琳：今年流行的天鹅绒给人以动感的印象，具有优雅设计的连衣裙非常可爱。丁恩菲：我觉得厚底的设计很可爱，无论是与休闲装还是漂亮服装都很匹配。为了保持美丽和风格，有什么是一直坚持的？金艺元：就是多吃水果和蔬菜。通过留意食物，我想也会令肌肤变得漂亮。崔瑜娜：因为我们的舞蹈表演很激烈，所以平时的伸展运动非常重要。如果进行伸展活动就可以消除浮肿，建议大家试试看。黄恩菲：我经常做普拉提，所以我总是通过刻意保持美丽的姿势来保持美丽的状态。请告诉我们组合名字的由来。丁恩菲：对于男性来说是可爱的女朋友，对于女性来说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诉说的好友，并且像经常在一起的朋友一样，想通过音乐时刻伴随在大家的左右的意思。日本的第一首单曲 Memoria 斜线夜 Time for the Moon Night 值得听的地方是，崔瑜娜 Memoria 以其美丽的旋律和悲伤的歌词为主要特色，我认为是与这个时期相匹配的歌曲。特别是 Memoria 的部分非常吸引人，我觉得听过一次就不会忘记。金韶琴：我会一直在努力，今后也请继续支持我。下一期的 Look 2中也将连载 FRIEND，从您所关心的私人话题到成员感兴趣的日本事情，有很多珍贵的谈话内容。兼具清纯和活力，以没有任何修饰的素颜为魅力的六人女子组合 FRIEND， 对于男性来说是可爱的女朋友，对女性来说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好友，并且像经常在一起的朋友一样，希望通过音乐伴随在大家的左右，组合的名称被赋予了这样的含义。2015年韩国出道，后来斩获了很多的新人奖项，并在2016年度的歌曲节目中拿到29个冠军，刷新了历代女子组合的记录。2018年5月专辑从今天开始，我们 FRIEND EST BEST 在日本首次亮相，10月在日本发行第一支原创单曲 Memoria 斜线夜，并在 Oricon Weekly 排行榜上获得第6名。2015年1月发布出道专辑 Season of Glass， 并出道的 GFRIEND 玻璃珠2015今天开始我们2015时间流逝2016 Nebulera 2016
Fingertip 2017，包括最近发布的专辑 Sunny Summer 的主打歌 Sunny Summer 2018为止，所有专辑的主打歌连续被记录为热门歌曲，并定位为歌谣界的代表女团。以 Power 清纯的概念和刀群舞得到了大众的青睐，尤其主唱宇宙展示的充满力量的歌唱力，作为下一代的主唱备受瞩目。宇宙一直参与在许多电视剧的 OST 合作项目当中，六月也发表了首张 solo 单曲唱片 Love Rain Beat Siren 2018。月刊影中信编辑团队对参与了11月号临阵磨枪的宇宙进行了采访。今年几乎快过完了，这么快就到11月了呢？宇宙今年是怎么度过的呢？今年22岁了，从出道后一直集中于团队，随时间一天天的度过，发现已经到年末了，既神奇又可惜。临阵磨枪是一首用临阵磨枪这个词来暗喻突然来临的离别的歌。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是通过我们公司的组长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 MR 和导曲的。光看歌名临阵磨枪 Guide 临阵磨枪 MR， 心想是用临阵磨枪制作出来的音源的意思吗？哈哈。不过想起了知道临阵磨枪是歌名后，因为新鲜的题材而感叹，按下播放按钮的时候了。如果用食物来比喻歌曲的旋律和氛围的话，就像没有尝过的散发着全新且独特的香气的食物一样。是想一定要尝一下，激发好奇心的歌曲。以离别的悲伤刺痛内心的歌词，既直接而又充满魅力。只听了一次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一整天消化这首歌，跑行程的时候一有空就在心里不停地唱。不愧是影中信前辈，真的觉得很厉害。做事的时候，宇宙是认真准备后再实行的 style 吗？还是说是临阵磨枪的 style 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属于自己的临阵磨枪的秘诀吗？我是准备了多少就标示多少的 style， 所以我应该是属于认真准备的类型。但是小时候上学院的时候试过很多次临阵磨枪的背英语单词，用有点不像话的自己的方法来背单词，但这还是有效果的。例如 intelligent， 聪明的背这种单词的时候想搞好室内装修 interior， 要聪明才行，所以 intelligent 是聪明的。或者背 imitate， 模仿的时候因为模仿有意义，意义含与发音 unique 的是，所以 imitate 用这种方式。哈哈，想起用自己的方法来临阵磨枪的学习的事了。录这首歌的时候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小插曲吗？好像和录 G-Friend 的歌时有不同的地方。影中信制作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呢？